赚翻了，我拿到了熊猫头、熊猫掌，赚翻了，冒险啊，冒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妈，妈妈。总统啊，我觉得国防部长图谋不轨啊！啊，国防部长图谋不轨？怎么可能？他昨天才跟我去玩女人喝花酒呢！怎么可能？你做好你分内首席护卫的工作就好了，不用管那么多事。哎，他是我玩女人的好哥们呢。总统，国防部长。图谋不轨啊！算了，总统不相信我，我还是一个人去搞定国防部长好了。图谋不轨，搞什么啊？这次汉光演习又失败了，这次任务取消了，那我先回办公室。这样国防部长的枪法不是盖的。可恶，我已经来不及去通知马英八了，只好先把那两只小猫给杀掉。这些家伙胆敢暗杀总统，看我来解决你们！哎呀呀呀！看来我们的计划暴露了。干掉他！挥两拳，尸体记得埋起来。反悔了，我想留他当活口，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情报。目前是在那个木栅动物园，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要欢迎我们马英八总统的参访。目前门口已经有两位漂亮的妹妹正在等待马英八总统的到来。漂亮的妹妹我最爱了。那镜头上看到的是我马英八总统，他现在就是抵达我们木栅动物园。那现在呢就是漂亮的妹妹为他献上花圈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拍张照啊？哎，没有你的份了，你可以跳到后面了，我跟妹妹拍照就好了啦。来来来来来。
哎呀，你变态！变态！在我镜头上看起来，我们的总统秀疑似是摸了我们两位小姐的屁股啊！随护呢？随护。是的，您好，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木栅动物园，这次我们要访问的是照顾我们团团圆，还有这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英明的马总统，马总统要来看我们可爱的熊猫团团圆了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进入熊猫馆。马总统，马总统您好，您好。马总统，请问你喜欢熊猫吗？哎呀，我平常喜欢玩女人胸部啊，不是，哦，我平常最喜欢熊猫，熊猫最可爱了。旁边这一位的呢，这一位呢是这次照顾我们熊猫团团圆圆的这位动物管理员宋先生。宋先生您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些熊猫团团圆圆会不会对一些比较陌生人，比较就是平常没有接触到的人会不会有攻击性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我们的熊猫非常的温驯，它不会对任何陌生人产生有攻击性的行为。啊，何况是我们英明的马总统先生，当然不可能啊，不可能有这种事情。我有问题，熊猫有没有奶子啊？我们的两只熊猫都是公的啊。啊，我真没兴趣啊，我干嘛来参观呢？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英明的马总统呢，就要进入我们的熊猫园跟团团圆圆玩。现在团团圆圆认识是互相梳理的毛发，非常的开心。啊，相信马总统跟熊猫们也玩得非常的开心哦。那相信这些是熊猫对马总统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。从我们肢体也可以看出呢，团团圆圆啊对马总统非常的好奇，非常的有好奇心。哇，看来马总统也非常的乐在其中，这实在是一幕非常温馨的画面。马总统好像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行为哦，那感觉马总统也蛮喜欢警察不累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杀了他。哈哈，算吧，拿到了熊猫头，熊猫掌。赚翻了，报喜呀！妈妈，妈妈！两只熊猫好像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各位观众，主播，观众，你要多少母熊猫我都给你哦，你要钱我也给你，总统我也给你啊，母熊猫我都给你。我们的总统先生好像说出很多爆炸性的言论，反正我特别费心污垢了。你们怎么都跪下来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母熊猫那招有用了，你要是知道我给你啊，没关系啊。哎呀，果然靠母熊猫女人还是有用的。